大家好。今天是10月5号，我们第一站会去的地方就是我们上次要去可是没有开的那一间店。如果你们有看我们上一个影片，你们就会懂，应该是上个还是上上个，我也不确定。我们其实 boss 那个啦，就是我们你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你就会已经看了那一个影片就对了。去那间店叫 Awesome Canteen， 喜欢有开店。对，其二是关店的，所以你们请二不要去啦。Finally open， 终于有开了今天。是啊，很像那个 Dell Ice Cream， 然后酸，很酸哦。然后你会给几分？第一口我是不是很接受啊？吃久了就错吃一下，2分半啊。哦，就这个价钱是多少啊？好像13块耶。3块这样子，它价钱。它没有到真的很好很好吃啊，可是还是如果你们要 try 是可以 try， 因为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味道。好吃吗？还蛮到位哦。然后？是不错，吃一下。看这个。Spaghetti carbonara with turkey ham， 所以它是 turkey ham。那个 ham 我就没有觉得很好吃，没有。所以你要给几分？这个5分，我给3分。这个环境也很棒。5分，满分。还干热，可是我那做的还干正中间才刚好到很多人。喂，小灯，你怎么当大风啊？哦，他开风扇。我也是给4分，那环境不错，可是还干比较热吧。哎，你迟到了，我。这么你能吃？这是我们来的第二间店，叫。算有古老古老的 feel， 它是那种这样了，装逼吗？先看外面的风景，就这样。喂，你在做什么？开播一点，开播。所以来这间店。吃了一个，你觉得好吃吗？好吃。好吃。你要给几分？5分，给几分？满分5分，你给几分？不知道，这个地方给几分？其实我觉得这是天气的问题。这地方没有 aircon， 零分。有哎，还有楼下有 aircon 的，只是你要上来拍，知道吗？上来拍，5分给2分。这是天气的问题，不要怪这边。你要好看，啥呀？这 chocolate， chocolate 你要给几分？那普通啊，好像米都没。OK， 这个是在 ENO 隔壁的，这里有两间，一个是 Moonshot， 一个是丹。丹在这里 ，Moonshot 在这里。
有长臂什么丝不懂有这两个小姐两个有事吗挑欸你啊挑嗯挑快点我怕爹爹挑我在拍 video OK 拜拜 Hello 你在那里嗨我们现在来因为太热的关系所以我们来看 Yes 我们还跑进去里面全来关了小了你要看什么戏我不懂可买戏票不懂戏叫什么名那这个咯 Peace Breaker OK 就这样